哎，猎鹰行动，哎呀妈，这病人真狠。这不是很，这个猎鹰行动的意思是一个猎鹰在行动，不是说要猎你。我的头像跟我有对，关系我，吗？哎，这头像我特意挑了一个你最帅的照片，好嘞，完你了觉得呢，这个帅不帅？挺帅。然然后呢？后我想实锤你啊，锤吧。哎，你是不是租小来子家的一个后屋住？不是啊，我俩不住一个地方，我在圣盖博，哎小来家在7分钟以呦，外的距离。我分析了你两个作品，我都已经查到了。你敢不敢说昨天你给没给他交房租？没交啊？没交啊？你确定吗？我确定啊。每月1号不得交房租吗？每月一号交房租，你从哪你？天搬进去哪天交啊，哥们儿？啊，哪天搬进去的？你5月4号搬进去我的。哪知道哪天搬进去的？5月4号搬进去的，4号得交房租没呗。有，你是不是看那个小宝的那个视频说搬家那个？跟那都没关系，那是小跟那宝，都那没是关小系。宝，那是我跟小你宝讲帮，啊，那是我小宝说帮的小绝来对子准，搬。你承不承认？我不你承承认，不承认？我不承认，你不承认，我现在你拎，不承认没事儿。来这样的，下我一现个在话拎，题，哎，别别下一别个别话别，题。我现在拎出嗯，去，如果要是不是小来家后院的话，怎么办，哥们儿？那你看看有没有游泳池？那就行，没问题。我现在拎手机出去，如果不是的话，你怎么去办？吧，你去吧，怎转么吧。办？说怎么办？不是，我也说怎只么是一，办？那你说你能怎么办？什么？你能你怎说么办？你能咱怎俩么起办？码打个赌吧，对不对？如你果想拎出去没啊，有呢？你除了在这互联网上，你说点没有用的，骗点钱，你还能干啥？我说啊，你要一说骗你平钱时你有工作吗？你告诉我，骗你点平兄时弟你们，有工作吗？骗点兄弟们，来骗点你平骗时点，有工作吗？骗点吧，骗点吧，骗点，没有正骗经点。工作，没有正经工作，你就想你自称在美国待了14、15年，你没有正经工作，你能说出来美国好吗？从你嘴里能说出来美国好吗？我不能14、15年都没有正经工作呀，我还是有过正经工作的呀。你现在呢？我现在也有，但是只是你不用出去上吧，不你用，现在出去，你要啥你说，你出去吧。我上哪儿去？你不说上院里吗？到了那这游泳个池是不是我想大要个方嘉便？年华，我想要个嘉年华，方不方便？我现在不方便，那啥时候方便？因为我现在充不了值。为啥呢？我只实话实说，为啥呢？那我现在就充不了，一会儿下播，一会儿我断为了啥我跟你充不充。了？你敢不敢吧？你现在我提出来这你个事儿，你就得证明吧，拿你着得你的证那明个吧。拿，你充完了以后回来找我，就随时打这，随时拉你。你现在这个直播随间，时打这，随时你拉你，现哥们儿，可以行不先行？挂盲名充题，完了钱可以。回来找我。你进，我跟你真是啊，那我是你啥就是呀？这套路的，你你唠就是不，这套路你的。唠你的事儿就完了呗？你事儿我接着跟你唠，就是打这个赌的问题。你充完钱回来找我，我拎着就出去。你敢不敢出去？现在，敢？那有啥不敢出去的呀？你不用刚我，哥你们儿，就敢你不这个出水平，去你呗？你就敢你不这个出水去平，呗？你就你这个你水平，啥你水刚平不啊，了大我队长？你啥水平？水平你比啥你水平？高。刚才我这么你一告喊，诉喊我，完了以我后，直接挣90多个2000块钱。性别，你告诉我你在哪个？你在哪个官方看着的？来，你是用英文查的，中文来，查的？打开你给我讲讲吧。USCIS，现在就打开 USCIS，去现在打去。行，你打吧。我打你英啥文呀？好我吗？现在跟你你英说文，话你都听不懂，哥们儿，你说的东你西你不得证我明跟吗？97个性别东西是上不去得打证去，明？你说美国有97歧个视，性别，我需要你证明一下。97个性别，你现在直接打开百度，你我需打要开你谷歌证也明能一下。查，打谷歌查，对不对？你用英文查不着，全是就中文的，哎，自不媒体。对，哎，不对，不对，你自己去查一下，来，英文性别咋说？我你问问查你，查。英文性别怎么说？你不用跟我说这些东西，那你说这些你东不西会没说有你查意义帖呢。子，你打个姓播业别，那能查着吗？英文性别咋说你都不会，你怎你么英文查好呀？你说吧，你英文好你说吧，不是他妈让我你英说呢？文好你你不是说说。你查了吗？你不说英文查不着吗？问你性别怎么说，你咋不知道呢？大老兄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实生活中啥也不是，我现知实道生活不？啥也不是，我毛直播都一没万人，你有，难不难受？你知道不？我说挣我估计挣一笔，你难不我难凭受？什么难受啊？你不难受，你你哭一万啥？人，一万你为人，什我么都破能防？让你笑话的，你为什么破防？你哭不用啥？破防，我你不哭破防，啥？我哭啥呀？你搁哪儿？我我让破你见什识见识么我现实呀？生活，你行不连行？生活中都我邀请你见识你见在识。哪我都知道。我跟那你你讲，你知来识吧，并不严能不能谨，来？你不要以能不为能你是来？怎么回事儿。来，那个你听了，你老不要弟，以为你我谁指的着鼻鼻子子不问在你，啊？能不能来？能不能来？我鼻子在哪呢？指你自己鼻子指呗。你呢？能不能来？我去你那干啥去？能不我能去你来？那你干敢不啥敢？去？敢不敢？你不就圣盖博北吗？你就跟老小来的一个窝。我就告诉你，你跟小来的一个窝。你住人家后窝，指你个什么呢？天天这个行，泥马烂子，那那个个就小来的那个后面不泳行。池那屋呗，是不是？我不用说你哪个屋，你住在那院里呢，行住在那院里行呢，行，这样式的，死这样式锤的，了！我告诉好你，好好，没问题，这样的哥们儿，你是不是校准了？要是不在的话，给我刷嘉年华，是不是校准了？对，校不校准？
那个你发个誓，你发个誓。我不用发誓，我不用发誓。那你不给我咋办呢？太多了，你不给我咋办呢？你不给我咋办？我不给我，你也不损失啥呀，你至少证明了，不然明天谣言满天飞呀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哥们，你真拿自己当块料了，你真拿自己当块料了。证明你是，我家天天来人，我家天天来人，我这门口跟城门呀，我这跟城门口一样。你那是家吗？你自己好意思说你家几个屋吗？我这是车库，我现在在车库里。你家我这是现在在车库，哥们儿。你家那几个家？我先这么问你，简单，我问你个简单的问题，我问你个简单的问题。你现在动动你的脑仁。你家加起来值不值500块钱？不值。值不值五百块钱？不值，不值。我在沙发，你上网查一下多少钱。你就别在这骗了。你上网查一下多少钱。兑换美金。沙发来查一下子沙发多少钱？查一下后面的灯多少钱？不用查，不用查。不用查，就你认为你问认为不值就不值。你亚马逊哥们儿，查一下子，查一下后面这个乐高多少钱？查一下这个乐高多少钱？哎我你太能炫了！来来来，查一下子后面这个金脑袋多少钱？哎，大头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我搁这遛狗呢，我家狗要拉了。你要狗了？我看你好像要拉了，抓紧！你要害怕你就抓紧跑吧。你还接不接？你说你要害怕你抓紧跑吧，就你这选手，铁你好像狗遛呢，就你呼哧带喘的。现实中你真就是你是驴马烂子啊！我你别唠现实，现实的话你来看看我啥样。你来，你来，那你来说说，那你说一个美国好，来来来，你给讲个美国好，来你说说，美国97个性别让你给抹了。对不对？来吧，你说个美国好，我听听来。你说，那你自己不是查，你不是查了吗？你不说没有吗？我让你开 USCS， 你又不懂了。你是不是不懂了，哥们儿？你要论喷的话，你要这样，你听我说，你要喜欢的话啊。写到你 ID 上了吗？来来来，写到你 ID 了吗？你要不要给你念一下子？我给你要不要给你念一下子？哥们儿，你直接给管理留个，你直接给管理留个微叉子。我要什么画面啊？你给管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你给管理留个微叉子。你要论压麦，为啥抖音不让这么整，制造噱头？你可以喊，我不能喊，明白不？咱俩上微叉子上面去唠就完了呗，别叫板好不好？你搁这尿汤汤的，哥们儿，你哭鸡尿腚整这出，我不能跟你这么喊，我是主播、啊，你明白不？我给你打开，你说你听不听明白？啊？说话，我给你打开了。我说话你不还闭吗？我给你打开了，打开了。打开了，我问你方不方便留一个，留一个咱上微叉子上唠去行不行？你也从来不给别人留啊。我给你我拉你，我肯定拉你，给你拉群就完事了呗。对不对？啥群呢？我得拉一把看傻子的。看得着说话吗？那你看你说不着，你上干啥要啥画面啊？你是不是我挣钱你难受了？啊，你别敬他人，别敬你，是不是我挣钱你难受了？我比你有钱。那你给我展示一下你方不方便。人呢？你给我展示一下呗，哥们儿，就咱管哪管花个分逼的，就是先把抖音能干上个5级也行，行不行？别我难受了，破防了。我听你这两下，你是不是昨天那个熏鸡他儿子？啊，拉出来了啊，拉出来啊，拉出来。那个回头嘉年华充好了以后回来，再随时联系我，行不行？尿汤汤的，一刷尿尿唧唧的。Later. 哎，刚才那个驴马烂子呢？说刷嘉年华的，拎手机出去那个，对吧？一看你也不是老粉儿，讲话我这后面装修一步一步，老粉儿是看着我这后面从车库一步步装修过来，你居然跟我说我们住小雷家后院的，刷不刷嘉年华了？猎鹰行动跑了，搁外面听呢，点你脑瓜呢，回来。BYD 不给了，真狗！猎鹰行动钱到位了没有？猎鹰，嘉年华到位没有？到没到位？到位了，你也不敢出门。我有啥不敢出门的？我都准备好了。你一开始说的是你证明了之后，我给你刷了。那您那也行，没问题，我可以，行，没问题，证明之后给刷，你能不能那个啥，能不能给那个拍个截图，余额截图，我得证明你得有吧。我跟你讲，大头啊，咱都别滚刀，别滚刀，扯这事儿干啥呀？没瞧起你，
别说那啥，没瞧起你。请你吃饭都不算啥。我吃你一口饭，哥们儿，你一天忙成这样似的，这么辛苦，你忙成这样这么辛苦，你别请我吃饭了，你也不配，哥们儿。你有想法吗？你也就会这两句了。你有没有想法？就你说的那东西都站不住脚。你在不在洛杉矶？我刚才上 USCIS 网站查了。啊，查了，然后念念来。我刚才在 USCIS 网站查了。啊，念念。行不行？嗯，念念。念念呢？这啥玩意儿啊？啊，上车了，连蓝牙了，连蓝牙了，听不着了。送外卖呢，哥们儿。听不着了。哎呦，刚才插个蓝牙。送外卖呢，哥们儿。插个蓝牙。你别连蓝牙，你把蓝牙关了，有回音。你别连蓝牙，你把蓝牙关了，有回音。有回音哦，嗯，我小点声啊，那我没办法，手机还有3%了。哎，这车门子听着不像，你还聊不？这车门子听着不像那啥呀，不像啊，没啥回音了，那凑合聊没事。最破的车，这车门子听着不像啥好。最破的车，铁子，你是不是送外卖的？不是好车，你是不是送外卖的？我不是送外卖的，你干啥活的？你干啥活的？我没活，我在美国跟你一样，跟我这边没开直播呀？你开直播这点不开直播，你国内都睡觉了。对不对？美国现在几点了？不屑于开直播，我头几年挣够了。啊，头你搁直播上挣够了？你玩直播挣的啊？嗯。你玩的哪个平台？挣够了。啊，现实挣都挣够了。你玩的啥活？说的分享分享，我们听听高端华人的在美国挣啥。跟你说，你也不懂，我跟你讲那玩意儿干啥呀？你说说，我听听，你给我普及个盲区，普及个盲区，听听啥行业，挣外卖的。你不用说我啥行业，先说你呗。我互联网滚刀肉，咋的了？哎呀，你有啥？我跟你讲，你最不好的一点就是不真实。那你给我说点真实的，我就想听你说这儿，就咱俩别吵吵。你最不好的一点就是不真实。好，你说点真实的，咱俩别吵吵。哥们儿，你挣着多少钱？你给大家励志一个。人家住哪儿？人家敢说？你敢说吗？我敢说呀，我啥不敢说的？来，我咱上哪儿集合？咱俩上哪儿集合？把你镜头往那转一转，看看你家的桌子上。咱俩上哪儿集合？咱俩上哪儿集合？我不播，现在下播。跟你集什么合呀？我跟你集合啥？咱俩现在去呀？咋的？你要削我呀？你看那你叫啥板啊？还敢说我家在哪儿啊，哥们儿？我真给你地址，你敢进来不啊？啊？我用你找你给我地址吗？你看又考了又。我为什么要进去？又破防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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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破防了。我没提啊，我手在这儿的啊。又破防了，哥们儿，你能比送外卖挣得多，你都一大关了，就你这个选手。那车门子一关都在那带怂的声音，咚！消停去挣你的钱去，别搁这要画面，好不好？重新搁这要活，天天搁这要活。上来分币没给我刷，你还挣我10多币，舔个脸！天天搁这互联网叫板，再一个那个，再一个那个的，那么行，出去叫个板，咱现实见着当面说呗，要画面。